原标题：虎门销烟后，林则徐不惧英国人，理由很尴尬，谈起我国近代史上的屈辱经历，首屈一指的就是鸦片战争。但一般人关于鸦片战争的种种，恐怕是流于表面的纷争，也就是清朝禁烟引发英国的进攻，但事实上没有这么简单。清朝道光十九年（1839年），在湖广总督、钦差大臣林则徐的有力压制和督促下，英国驻华商务总监查理·义律没有抵抗的资本，只好让英国鸦片贩子们把鸦片烟交给他，他给每个人出了手。